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挑战刘谦老师编过的非常之经典的魔术——香烟鹿鼻。什么叫香烟鹿鼻呢？首先这边一根香烟，来看一下啊。好，香烟等会从这个鼻孔插进去哦。哦，先声明，小朋友不要模仿，大朋友看完教学你再模仿啊。没看教学之前不要模仿，有一定的危险性啊。好，从这个位置啊，好，一定要看完教学再模仿啊。这个，好，从这个位置，啊去，啊去。哦，神清气爽啊，经不经典，想不想学？想学的来直接教学。好，刘谦老师表演这个香烟鹿鼻呢，它是在户外哦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户外怎么表演，来再看一遍哦。这样子，好，感觉好像是吸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啊。好，户外怎么表演，很简单，穿一个宽松的长袖，然后呢，这个香烟它有一个弹力绳，看到吗？下面有一个弹力绳，把这个弹力绳绑在这里边，然后这个往上推啊、哦，来看一下，往上推是不是看起来好像进去了？然后手一松，弹力绳就下去了啊、哦，然后就进到你袖子里。好，就这么经典啊！学会的关注我小龙摆萝卜术。